我们的苏院长、张院长，还有我们行政院的团队，各位媒体大哥，我们美女，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中国国民党林立婵。那立婵针对于据内政部统计，我们台湾的新住民人数已经超过了50几万人，那我们的新住民二代呢，已经超过了35万多人。那即使新住民以新住民二代已经成为台湾成长最快速的一个新兴族群，那我们在各行各业，大家会看到新住民的。